唯一的检察官展现勇者无惧的气魄，他是此次参赛唯一的检察官，今天他将勇敢接受挑战。我可能会考虑说，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自愿来再回答题目。我可以自愿上去转那个蛋吗？我感觉这题我一定会。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，超市金头脑。